者林美雪台北报道。文化总会城南有意思活动今天闭幕，城南 Wonderful 音乐会邀请黄玠、苏佩青、丝袜小姐、旺福压轴台唱，超过1500人到场，席地而坐听音乐，吃城南鸡蛋糕。台北市长柯文哲中途现身，坐在草地上听歌，引起民众惊呼连连，抢拍合照。城南有意思压轴由旺福演唱多首知名歌曲，如迷你裙、小春日和有星星的晚上等，唱到一半，台北市长柯文哲惊喜现身，气氛也更加热烈，为城南有意思画下欢乐句点。文化总会表示，具有文化深度的城南能成为大小朋友时常造访的生活场域，在这个区域内遇见俯拾即是的文化集锦，期待下一次的城南有意思能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文化感受。旺福开唱，城南 Wonderful 音乐会很欢乐，文化总会提供旺福开唱，柯P乱入草地听歌，文化总会提供台北市长柯文哲现身城南 Wonderful 音乐会，文化总会提供。